查老师你好，我今天才知道有口的套套这种东西，在某宝搜了一下，也搜到有，想问一下科普或者口的这种套套有什么推荐吗？其实口的套套它是主要是给那些不喜欢口或者是不喜欢口的时候那种体味的人使用的，因为它是用于口嘛，所以它不像我们平日用的那些安全套一样会添加什么硅基的润滑液，并且呢有可能还会添加一些水果的味道和香味，用来减轻舔舐硅胶时候带来的那种不适感。但如果你真的需要购买的话，去选择那些正规的品牌购买就 OK 啦，然后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就行了。科学弹性，关注我吧。